哇，这件衣服好漂亮呀！把这些都给我包起来，这双鞋要上35码的。好的，美女。嘿嘿，这回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了，我有新衣服穿了。小姐，给你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郭小姐，你来了，我们店来好多新款，你看看。好漂亮啊！这双鞋我要了。凭什么？你这双大黑腿配得上这双鞋吗？瞧你穿的跟个马戏团似的，你怎么好意思出个门呢？小姐呀，我这身衣服是挑身材穿的，像你这种身材，我不会再穿你们品牌的衣服。怎么了，胡小姐？店比他拉低了你们的档次。他呀，怎么会冲上我们的品牌呢？他也就是看只看，买为不了起。世界上最这双鞋我要美的，给我包起来。好的，胡小姐。可是这是我先要的，看没看见？这是我们店的至尊 VIP，买东西是优先的。等你上班时候能办起这张卡，只再来为跟了我世界抢。上最胡小姐，美你稍等，我的去给你刷卡。笑容，老板，我知道这哥，房一定看过哥，我也要办一张你们店里的卡，气死我了！丫头，店都是自己家的，还办什么卡？从明天开始，她不用来上班了。知道了，老板。老板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她是你妹妹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们公司不希望有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败人。还有，你给我听着，我妹妹什么都有，只是不爱显摆而已。我妹妹，哥带你去吃饭。向前冲，我要超越自己才激动。